我是谢佳倩，辛苦了辛苦了，今天很冷很冷，你看女生们都超辛苦的，我们两个都在发抖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呈现最完美的一面给大家看喽。那这个新田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田，辛苦你们了，真的是又湿又冷，但是今天这边是非常热情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今天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天气真的很冷，然后呢，你知道有好多的好朋友很感动，一大早来到现场就是要等待我们 ZA 的活动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的表达大家的感谢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，还有等待我们很久的样子，对，展现属于我们的自信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女生都很贪心，我们觉得一个颜色不够，像你是随身要带三种不同颜色嘛？对，我们这一次的日不落惊艳保湿唇膏大胆醒耀系列，我们总共有七个颜色可以给大家做选择，好多、哦、哇！随着你的心情来变换颜色，包括比如说红色系啊，或者是像橘色系啊，或者像粉色系。我来问一下我们的 ZA 唇膏魔法师，好了，你觉得这个女生如果擦上红色系的唇膏，你觉得对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就像新田今天这样子啊，非常有女王的气息，然后而且很大胆，很有热情的感觉。那我想问一下新田哦，你擦上红色唇膏的心情就是？其实他都真的猜对了，所以平常我们没有白擦，怎么讲？对，就是想要有那种很有自信啊，很大胆冒险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颜色魔法是一个很神奇的。的一个态度吧，我觉得热情奔放，想要自我挑战，超越极限，而且很阳光。对，你现在是在形容你身边的王新田小姐吗？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。对，那新田，你平常很常常觉得是很了解，就是女孩子想要表达的那个唇语之间的小秘密。对，她好懂我们女孩的心啊。我觉得谢谢你们，因为有唇色，所以变成我们男生都有读心术了。所以真的是会展现热情大方。因为红色它稍微比较正式一点，然后会比较就是像女王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其实橘色平常如果我想要有一点活力，然后但是到户外需要健康阳光的感觉，就会擦到橘色。对，就像刚刚这个佳倩形容你的感觉，是阳光热情，挑战自我的极限。谢谢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然心动无法抵抗，就是新田虽然是身为女生，但是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女生朋友擦这个颜色，你也会为她心动，小鹿乱撞的颜色。那佳倩，你的粉丝非常的想要知道，想知道吗？哪一个颜色会让你心动？好 ，OK， 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要公布答案，我数到三，我三二一，然后两位一起来公布答案，好不好 ？OK，Are ready？ 好，跟我帮我一起数好不好？三二一，请揭晓。真的一样，很热情和阳光，很奔放。我觉得搭在新田的唇上是很好看。那我们就干的话，就感觉就是觉得它干干的，然后没有太吸引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女孩可能嘴巴比较干燥，或是可能会有唇纹，或是干燥，就想说我要帮你保湿。对，我帮你好了，来。好，我们都想要你帮我。我想问一下新田，身为女生，你会很在意这个唇部干燥问题？会耶，这也是一个唇部保养的，或是吸引朋友的一个方式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讲，这一次我们所推出来的这个唇膏，它里面有持续的保湿配方。是什么样的配方呢？就是你擦上去的时候，上面有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对。满满的玻尿酸，然后让你的嘴巴 juicy 水嫩一整天，抚平唇纹，然后同时呢，也会让你的嘴巴看起来很润泽的感觉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。